我们要更强化健康跟防疫安全网，打造健康防疫安全网被列为国家建设工程项目之一。根据统计，原住民族平均余命较一般国人足足少了8岁。政府医疗照护资源长久投入到原乡，为何族人健康改善成果有限？落实健康权保障，原住民族健康专法该怎么定？请锁定 TITV 原氏部落大小声。